各位新浪的网友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XO， 我们又发新歌了，请多多支持 XO， 也多多支持新浪韩语，我爱你们，我爱你们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XO。네저의이번앨범12월의기적은요저희가여러분들을위해준비한정말12월의기적같은그런특별한앨범입니다네네比起来说有趣的事情呢，应该说对我们来说有个挺难忘的事情吧，因为我们的涛啊，在那个拍那个哭戏的时候，他真的流出了眼泪，然后他特别投入在角色里面，我觉得这个挺值得学习的，我挺佩服他的，因为确实在那个环境下面，因为天气特别冷，在那个环境下面能流出眼泪，我觉得真的是还挺不错的，对，因为我们都有努力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然后，但是他好像是听说是回来那个休息室了，还是眼泪还不停是吧？对对，哦，还在一直流眼泪，他因为太入那个角色了，一直哭到家里。对，赶快我们来安慰一下他，也希望大家多多期待我们的新专辑。对，对。那好吧，那我给大家唱那么一点点吧。嗯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哦。我望眼欲穿，看我看不到的你。哇，哇，真的是一点点啊！哇啊！太感动，太棒了！其实那个关于就是小分队这个事，我们想要给大家有更多的惊喜，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期待。对，因为也不会是只是一直一样的形式，所以大家如果一直看到最后的话，可能会有更多的形式，更多成员加入一起去为大家进行表演。然后这首歌呢，其实是因为它是一个有一个就是也说有一个哭戏这样一个部分，对，所以说是带动我们很多成员的感情，然后也是一个比较适合在冬天可以听的一首歌，带一些伤感的情感，然后也是就是男孩追求女孩的时候一些很复杂的心情，也或者离别时候的心情，对。圣诞节我们当然有打算了，就是跟粉丝朋友们见面，为什么呢？圣诞节我们有一个SM 有一个这样的演唱会，也希望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或者是所有的歌我们 XO 的歌迷朋友都能过来看我们，对，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的演唱会，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多多期待。好，杨子，真的是不可思议，没有想到能获得这个奖，因为当时其实是我们出道以来获得最大一个荣誉，最大一个奖，然后真的是要感谢歌迷朋友对我们的支持，真的是，然后我觉得继续努力，对，然后希望以后能够走到获得更多的荣誉，大家一起，对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也希望你们一直能够陪在我们身边，对，说得好，谢谢。